现在119位，现在应该讲呢，进步很快。很刁了，但是他回的更刁，这个角度，这局发球不错，漂亮，好球，三边，好的，哎呀，注意，还是挺好，好球，有。这个在对奥恰洛夫的这个比赛中呢，王立新先输给奥恰洛夫，那么奥恰洛夫又把波尔给马龙发球，2-2平，好球！刚才这个发球轮次，马龙连着2分，就是这个质量在哪里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球还在，处理没处理好。好球，怎么样的接？刚出的，好球！注意注意注意，9-8，完了，好球！好，回去要认真的研究，肯定的啊。萨姆索诺夫的打法，要打了球，漂亮，出拳，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他现在不是很急啊，不急，注意啊，他准肯定要摆好，好的，三步收回做好，好球，马龙发球，成功了，好球，这个。有啊，又是萨姆斯托夫要不？现在是1-7，再来一个，差不多了，已经练战了。哎，这个好球！先想办法上一分啊！这个11-5。